么情况？这是早操吗？这是体操吧？为了一顿饭，他们也是蛮拼的。没关系，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。老板，哎，这顿饭我请了。你看，行。那个收。小北啊，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。好的，加油。你好，我是小斐，是这里的主管。你好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，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，你看这个，明朝的，再看这一片，清朝的。这个是南宋的，这个是北宋的，这个是外卖送的。我幽默不？幽默。严肃点儿。